威力你突破了，我的天哪，你长大了，刚刚跳那种 Vogue 的那种 feel， 哇，对呀，哎，小威力性感呢，很好看呢，整个搭配你有吓一跳吗？有有有，而且我觉得音乐好好听哦，但那个小威力在那个沙发前面那段还蛮妙的，重点妙的地方不是手部，是吃太多。当你们在前面排的时候，他就哇，刚吃太大口，吃太大口，要赶快赶去这样子。刚刚的舞蹈的编排，整个我们先请盛峰老师来讲一下。我觉得第二段 voguing 的动作真的蛮适合云奇的，就是那些定点定的 pose 的，然后可以展现他可能也就是他在那个 model 方面的一些舞台经验。第一段呢，就真的是节奏感可能需要加强一下。那对于威力的突破性演出有没有特别？很赞哎，威力可以再多尝试一些，真的不要把自己封锁住了。老师在鼓励你，听一下，是你真的可以尝试这舞风。老师再多讲两句鼓励的话了。多尝试各种舞风会让你长大，然后让你多体会到每一种舞蹈它的奥妙在哪里，然后你再把这些舞蹈融合在一起，又属于你自己的风格，那你就是台湾的舞王。哇，威力，威力，收拾你的行李，明天去瓦伦威比报道，调聘了，正式调聘，对吧？其实我觉得英奇你是可以练得起来跳舞的人，因为你的肢体动作放得非常的开，而且很大，真的有潜力，有潜力。但是只是因为你可能因为刚学跳舞，你的律动不够好而已，所以导致有些会拖拍，你会错拍的状况发生。但是你的肢体是非常的大的，你用力的方法很像男生呢，爆发力很大，对不对，老师？对，没错，他的爆发力很强。对，就是一般女生很少有这个状况，好棒哦，真的。然后再来到第二段voguing 的时候，我觉得龙卷风很聪明，编这一段给他，因为很适合他，就是只用手部的东西，然后让他表现他的表情跟态度，非常的聪明。没有善用他这一套，因为。我知道 Vogue 这个舞蹈就是本来就是从走秀从 model 开始衍生出来的这个舞蹈这样子，然后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想了很久，像我们原本已经编好的舞，就第一天练舞以后我们后来全部改掉，对啊，因为就是他感觉上就是傻傻的这样子，然后我原本以为他应该是傻傻，我原本以为应该是应该就是个性傻傻，可是想不到是真傻，结果真傻傻孩子，真的傻。我其实觉得今天的舞痴都很特别，而且你们都好放得开。其实你们都有跳好舞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们都放得开，这还蛮重要。而且我还蛮想看到三个就是手长脚长的舞痴，然后一起做 Vogue 的动作，可以吗？我还蛮好奇的。两位也是高个的，我们一起来，来一起。这个动作应该对你们来讲是很适合，我觉得可以自由发挥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觉得老师威力老师 ，come here， 三位一起，来三位一起。哇，这样可以吗？有没有特别点哪一位出来？其实 voguing 它一个它主要的宗旨就是 be yourself， 就是做自己，然后把你自己的所有的最好看的特色都发挥出来。那小威力表演的怎么样？实在太抢戏了，太抢了啦！而且他刚跳完了音乐，慢慢的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就走不掉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好了，谢谢另外两位美女，谢谢。谢谢。到底台湾龙卷风加英奇可以获得几分呢？评审们，请给分。总分加起来是42分。好，的团员
如果跟他在一起的话，有这种女朋友算是幸福哦，不会有冷场哦，会疯了吧？42分开心吗？很开心。我本来想说，因为我是舞痴，可是我觉得都要有目标。一开始我就想说，我一直跟他们讲说，我们要赢30000块，我们要赢30000块。我昨天晚上还练到，哇，为什么我明明有42分还想哭呢？现在想哭吗？不可以哭，因为他真的很辛苦，我知道他完全不会跳。不是刚刚还蛮嗨的吗？对啊，悲从中来啊。绝对不可以，就是拖累他们。站在这个舞台，其实感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的天哪！我真的很努力了，我昨天有练到4点，可是我觉得哇，那天早上彩排的时候，我想说，我怎么跳这么差？就有一些动作，我明明就已经在家跳得很熟练，可是还是会忘记，我真的不了解为什么。然后我刚刚有听到说，对，我们要装本能的反射动作，可是我发现我在做，可是跟拍子对不到，所以我就觉得说。我有努力想要那个，你知道我们原本有目标的，可是我觉得，哎，这个他教我的手势，我们是兄弟。你个禽兽，你教这种结合的手势，我跟你们合的时候，你也没叫我弄这个。哎，所以你自己是悲喜交杂在里头。没有，我觉得还是不能跳到最好，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。但是我觉得42分还是非常感谢老师们。你知道你的眼泪是黑色的这件事。好，再次掌声，谢谢。42分，台湾龙卷风，台湾龙卷风已经起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就是谢谢你们，因为你们是我今生之志，我想说我一定要跟你们跳一样，我努力前进，今天早就要获得冠军。而且42分还是很感谢你们，老师谢谢。啊，好像搞不好，好不好？谁来救救我啊？有没有兴趣啊？英奇克服了律动感的不足，在台湾龙卷风的带领下发挥最大的潜能，在舞台上尽情。